好，我的名字是杨乐祥。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《小罗汉狮子》。星期六，我在花园里玩扮演狮子的游戏。我又听到狮子在吼叫，我跑。我静静地、悄悄地往这一个方向前进，原来是另一个小男孩。我们互相大笑着，原来你就是那头狮子。我们还一起大笑着，哈哈！我们还一起大声地，一起大叫着。